2月8日院小岛小区封闭三天了。今天天气真正好啊，想买一种神奇的药啊，好想出去玩，谁找哪里把它找。太阳当头照，花儿对我笑，老猪说早早早，为啥不去努力睡懒觉。我去睡觉觉，天天戴口罩，不出门不信谣，躺着也能为国立功劳。睡得可真香嘞，俺家养了一头大肥猪啊，搞错，是两头，这还有一头嘞。哎呦我的妈！乖乖，你瞅这打呼噜的声音，傻子都知道，这是如家包换的亲娘啊。这十几天呢，不吃都睡，不睡都吃，那可是一做人的心态获取了做主的最高境界。咱不能跟他俩一样，咱可是有身份证件的人了，要排场要脸面的，为装逼这一天500块钱租的车放着都十几天了，搁那是一动也不能动。今儿个来看看还有电呗，要真房坏了还要赔钱的。一天900块租宝马的哥们儿，走，咱俩找个木塞的干眼跳下去淹死算了。哎哎，哥们儿，俺也是人的，可不是外星来的。再说俺也戴口罩的，你别怕，别怕，别怕啊！乖乖，你说这都咋了？看到谁都心惊胆战的。小鸡庄没放喇叭了，小鸡庄没放喇叭了。好嘞，我说要有事出去咋搞嘞？我说要有事出去咋搞嘞？他是可能有啥事儿？可能有啥事儿？哎，他们要急事有啥医院的事情的？哦，一般的。那肯定的，对对对。这里可能要有病。走，回家去。外面的世界不可靠，不可靠。回家睡一觉，把命保，把命保。吃喝玩乐听逍遥，听逍遥。该绝病毒春来到，春来到。正月15元宵到，元宵到。哥们儿给你问个好，问个好。视频到这儿看完了。看完了，请你点赞，好不好？